是要来吃熊太郎了。啊！这边都发现熊太郎哎。对啊，不过只有这一个，没有这两个。我们进去买就有了。对。进去。这是新人熊太郎，巧克力熊太郎，草莓熊太郎，草莓熊太郎，三种熊太郎，如果全部都是校补多拿资做的，大姐、二姐、小姐，为什么一定有大姐、二姐？两个男的吧，一个女的啦。啊，小便。然后这个是爪哇咖喱巧贝，爪哇里面有咖喱啦，所以是咸中带辣的口味。然后这个是巧克力花生多拿兹，巧克力花生多拿兹。这个是热的鲜奶茶，热的咖啡欧蕾，它里面有三种咖啡豆，有哥伦比亚、哥斯达黎加跟瓜地马拉，然后再加牛奶，可以续杯。这杯是冰的苹果果茶，苹果果茶，然后这一杯是冰的葡萄柚果茶。我知道我要分配哪个是苹果。苹果的颜色比较浅，然后葡萄柚的比较深一点。对啊，这个比较苦的。你要喝哪一种？你要喝苹果。好。小朋友最喜欢的熊太郎，啊，哇，好好笑哦，好好笑哦。那个帅帅小朋友来了，来晨晨来，我们喝。啊，想试试看他的颜色吗？是啊。里面那些是咸中带辣。是吗？那我现在刚刚喝完。在我房间那个，嗯，脸不是常洗的，我说你给我的那个嘛，我们俩在床上。哦，那个咖喱的味道好浓郁，不错。珊珊，你长獠牙了。长獠牙，哈哈哈哈哈，奶油酱，努力加味的。
他不敢吃熊熊哎、欸，晨晨不敢吃熊熊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是这个。嗯。先咬到奶油线，这个都是用巧克力做的，啊，熊眼睛，有巧克力眼睛，它的鲜奶茶茶味很浓，然后里面它就放了一个茶包，立体的，立体茶包。晨晨最终还是吃掉了巧克力熊派啦，好像我两颗眼睛呢，最好是这样看，而且好像有两颗眼睛在那里。这个是随机的，不能选啊。对，不能选。不知道会是怎样，可以打开。好，打开。好的，没有。这是草莓果贝。这是天使法兰奇。这是巧克力法兰奇。我拿到了一只狮子的饼，波迪狮。如果还不行，那可能这个烧的头有点火。嗯，波迪狮的饼。这是圆珠笔啊。这是红豆波提。红豆的波提里面有红豆馅。是啊，是甜。这个是蜜糖巧克力波提，巧克力欧菲香，巧克力欧菲香，欧菲
波提系列都是很 Q 的，这种红豆波提很好吃。